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个论题啊，就是歌和乐的关系，可以分作雅俗的两个大派别，一个就是诗赞系板腔体，一个词曲系曲牌体啊。那这可以说是戏曲歌乐啊发展以后的两大没落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了解到这个词曲系曲牌体它的制约性大不大，发展的结果制约性很大。你看一个曲牌就有八律，有八律。那这八律呢是到了这个极致，就是它最精细的曲子，我们叫戏曲啊。戏曲一定是慢的，唱出来一字一音呢都要相当考究的。因为人工制约越大，所以它的人为的艺术性就怎么样，就特别的高啊。那满心啊发四火而成的，它是自然，对不对啊？朴质，但是呢，也会这个。流于通俗，甚至有时候是比较这个简陋啊，比较简陋，这是自然的现象。可是呢，它的发挥的空间啊，简单朴质的东西，它可以发挥的空间就大还是小啊？就反而大。那如果可以发挥的空间越大，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凸显怎么样？那个高才杰出者，也就是说才情高的人，他反而是一个可以自由翱翔，自由这个什么样提升的一个空间和环境啊。所以呢，打比喻的话，你开火车能不能开出特技来啊？不行，因为它有轨道。所以词曲戏曲牌体就好像在开火车一样，他一切把它规律规得那么样的谨严缜密呢，你要一样这样去做啊，你就可以驰骋千里万里啊。就像这个什么呢，开火车，你看现在的这个什么高铁，对不对啊？大陆的高铁呢，可以开到350，但是还是不敢开到那么快啊。那这个就是他大家的智慧集中出来的一种精致艺术，也有他的这个本事啊。可是他怎么样开，就不能像你赛车一样，对不对啊？开那个赛车的这个轿车啊，来驾驶一样，更不能像你怎么样骑重型摩托车，可以去做一种惊险的表演啊。那你能够开这个车，就运用你自己的技巧，运用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啊。所以诗赞戏曲板腔体可以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全德是集体智慧产生出来的艺术，这个境界和水准，或者是由主要由什么呀？由个人的能力啊发挥出来、成就出来的一种艺术。那请问，昆剧是属于哪一种啊？词曲戏曲牌体。所以昆剧有没有流派啊？没有，个人演员中心的流派艺术。昆剧有的只是怎么样啊？地域性的流派，地域性的。那地域性是因为地域以什么为基准的缘故啊分野的啊？地方的方音方言产生的语言旋律而分的啊，它这个是基本的一种共性啊，它不能够由哪一个歌唱艺术家开创一个独门的绝活，它只能在这个什么，在这样的一种规律之下，哪一个人去运作的美一点啊，只是这一点差别。可是呢，你像这个实战戏曲牌体啊，那每个人的发挥的唱腔啊，他唱腔，各位要先知道唱腔是什么结构而形成的。第一，每个人有音色，对不对啊？有音色，音色是天生自然的，啊，人人都会不一样。可是那个口法，口法就是你口腔里边的发声器官和发声部位、发声方法结合而形成。这个融合出来的是因人而异，就有些人怎么样，口法很精准啊，有些人口法呢比较粗疏，所以口法就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每个人啊对于这个什么呢，歌词的意义、情境、思想、情感，那个领受力、感悟力，有领受力、感悟力，然后怎么样？然后要把它流露出来。如果流露出来是用你的声音的话，而这个声音已经被什么先前提过滤过了，口法，对不对？所以口法出来的声音精准不精准，如果你又精准，然后你对于你那个什么样呢，你要歌唱的那个唱词的意义、境界、思想、情感、感受敏锐，你会不会就把它反映在你的声音里边呢？反映在声音里边的什么高低长短、强弱，对不对啊？然后顿挫，这个种种的这个技法啊，还加上一些什么滑音啊、顿，你们会没？你一定可以说得更清楚。那就是整体说起来是什么呀？就是行腔的能力和方式。啊，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音色，对口法掌握能力的精出，还有行腔能力的这个长短啊高下，这综合起来的声音就是唱腔。我要特别强调呢，对于声腔、腔调、唱腔，真是搞音乐的人都没有把它弄得很清楚。
啊，唱腔顾名思义，是集体性的还是个性的？当然是个性的。所以西皮二黄会不会是唱腔啊？可是你看看，大陆研究音乐，台湾几乎也没有研究什么中国音乐的学者，除了尤素煌啊，还有那个施德义几个以外啊，那大陆的你看这好像很有名的，都把西皮二黄当唱腔在处理啊，当然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唱腔就是在这个什么啊，在这个诗赞戏曲板腔体里边。流派艺术的基准啊，请问你为什么这个一听就知道这是梅兰芳的？为什么这一听就知道这个是程砚秋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音色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两个人的咬字吐音的口法也不完全一样，尤其行腔的这个什么又有不同的这个行腔的诠释方法，所以他们总体起来唱腔，梅兰芳就显得温润流利，对不对啊？那这个程砚秋呢，就会显得怎么样？好像是带有一种橄榄味的那个奢，但是又干。两种就产生不同的美，一个就像你吃大苹果、大梨子，一个就像你吃什么呀，腌的大橄榄，或者是，很可口的蜜饯一样啊，两种味道就不一样。可是这些流派艺术。分野的基础在唱腔，可是呢，中国的这个流派艺术真正被分析啊，被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从这个艺术家呈现出来的，其实也是晚近而已啊。唱腔，你看自由。自古以来有歌唱者就有唱腔的问题，可是那时候啊体悟不深啊，体悟不深。你看那一天我们在事先的这个印文学的会议啊，谢玉峰教授啊，他是相当在年轻一辈的相当杰出的，他已经对那个印文学的那个结构啊，他体悟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应当要注意留意的问题，还有他有眼见，有眼见，所以他提出这么样很大的题目，所以我很欣赏的告诉他，我说你能够提出这样的一种这个课题出来啊，实在是要为大家这个解决问题啊。可是呢，他毕竟年纪比我小的太多了，而我对这个问题呢，我已经留意到几十年了，所以慢慢体悟的，当然就会比他更精细，所以我就送他一本书。我这个30万字的书，可以补他所无。那为什么我能这样？因为我注意，我分析，古人为什么不能像现在对于这个京剧那样的流派艺术，来研究，而产生这个学术的成绩呢？因为那时候。没有对这个问题去探讨。这个流派艺术
就拿唱腔为基准的流派艺术，其实不只是京剧而已。各位将来也可以利用我的这纲目啊，去研究哪一种啊，歌谣小调的歌唱啊，啊，你比如说歌谣小调，它制约性大不大？很小。所以廖琼之所唱的七字调，即使是同一支曲子、同个唱词，他早上唱，和中午唱，晚上唱，在舞台上唱，明天唱，隔一个月再唱，好像都差不多。其实呢，如果你们用科技、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它，它每一次会不会一样啊？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因为它可以发挥的空间太大了。今天精神好，它发挥出来就不一样，啊，明天呢，因为有一个对手，可以互相激荡，他发挥出来又不一样。后天感冒，啊，那当然又不一样。所以啊，这个歌谣小调也可以往这里去这个分析考量。也就是说，在歌谣小调里边，有没有哪一个名家歌唱艺术家，他产生个人唱腔上的直线和可以让大家喜欢的那个唱腔的韵味？如果有，那他就可以已经形成这个流派艺术的一个开端。歌谣如此，那么请问说唱呢？说唱像苏州的弹词，北方的大鼓书、鼓词，这些说唱艺术，名家有没有也建立他们特色啊？有了，啊，我一个学生啊，叫做王友兰，他的说唱艺术，他就是拜北京的哪一个什么派的，我忘了啊，他就拜他为师，因为他就那个派的宗师，所以你看大鼓书、鼓词。南方的弹词呢，那更不必说，已经也有流派艺术。请问绍兴戏是实战戏板腔体还是词曲戏曲牌体啊？绍兴戏它还是这个实战戏板腔体，所以绍兴戏有没有流派啊？有流派啊。那京剧当然主体，京剧是一个大杂烩，它的腔调是以西皮二黄为主腔，对不对啊？它也可以有昆曲啊，也可以有这个民间的锣锣腔啊，锣锣腔就是我们所说的哇哇腔啊。锣锣这个两个字呢，你们弄京戏的是不是有锣锣腔啊？可是请问一下，什么叫锣锣腔啊？没有人懂啊，啊，锣锣腔就是它的原生地，好像的地方，锣锣就是小孩的意思，锣锣就是小孩的意思，说锣锣腔就是哇哇腔，啊，就原曲的耍孩儿这一系统下来。
这清楚。嗯，像京剧西皮二黄为主腔啊，那么京剧当然就可以有流派艺术。所以这些道理啊，都没有违背我们说师战戏板腔题它的规律，它的结构啊是松的，因此可以发挥的空间是怎么样广的。而这个词曲戏曲牌体因为有八律，而精致的部分不止怎么样，不只要讲平仄律，还要怎么样声调律，甚至于行腔的时候不是以声调来行腔，而是以字音的结构来定腔。你说细到怎么样极致，字头字腹字尾，这样的精致，个人发挥的空间实在太小太有限，所以就难以形成流派艺术。好，这是我常说我们的分类啊，分类最难的是哪一点呢？找到分类的基准，基准不定，分类一定是百病丛生。自从呢谈流派艺术啊，许多的学者都犯了这个毛病，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流派的分野没有一个注意到基准的问题。所以我在那一篇流派艺术啊，我上个礼拜和各位说过，香港的中文大学，因为我2014年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啊，他们趁着我去请我去做讲演，那一天呢是听讲的都要博士生以上，他们的教授也很多，讨论很热烈啊，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流派艺术怎么样去分野的问题。后来这篇文章呢就发表在他们的学报，他这个学报叫中国文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合办的，啊，合办的，啊，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啊，京剧的流派艺术呢，又是如何建构完成的？各位也要知道啊，前天啊，我在我们这里讲演，谈的是中国戏曲艺术的本质。我们的戏曲艺术呢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么了不起？当然有它的原因的。了不起的程度给戏曲赋予这样的定位，这样崇高的定位地位，我第一个开始。而且呢，我都是大言不惭的在海内外，海外就是我到欧美去的时候，韩国日本，那海内就是两岸，你看我是怎么样吹嘘我们的戏曲艺术的了不起。我说我们的戏曲就是中国古典戏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表彰，为什么可以什么叫做表彰呢？就是中华的文化里边，在戏曲里边，通通可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戏曲是中华文化的这个表征，也是最具体的呈现。各位知道文化范围非常广，食衣住行生活文化，对不对啊？伦理道德忠孝节义，这也是文化。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不是文化？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的各种这个娱乐艺术的呈现也是文化。人们借用你的语言文字所创作的文学，是不是文化的一环呢？说文化几乎是整个怎么样，整个民族啊，他们呢从生活里边为了生活所这个呈现出来所探求出来的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总体的呈现，就叫文化。好，这是第一。各位想一想，戏曲里边是不是都可以呈现呢？都可以呈现，古今的戏曲，现在的地方戏曲，我们刚才所说的都可以呈现。这实在是可笑的事情，戏曲没有思想，他这个什么呢？诸子百家思想都有，尤其他是庶民的思想，他文化，他呈现了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生活的现象，这个喜怒好恶的对象，伦理道德，怎么会没有文化呢？只是没有他想要的文化，因为他想要的文化是西方的文化，只是没有他想要思想，他的思想里边是图书馆里边找出来的。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戏曲是不是韵文学的极致啊？这个我写过一篇文章，你要比就要拿和他最接近的比，诗词曲，你比下来，我是从六个方向去比较他们。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元明清有好些学者都领会到了，可是我觉得他们只是片面性的、即兴式的、感性式的比较，可是我是学术的六个方向去比较。经过这样比较，你可以断言它是韵文学的极致，不只是它体制规律，还有它所要呈现的这个内容、思想，它要表现的文学技法等等。说到这个，各位，为什么杜甫可以做诗圣？为什么唐代那么多诗人都不能做诗圣？因为杜甫运用这个诗体，不管哪一种体，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五七言古诗、乐府诗、排律，种种这一些体制规律的诗，到他的手中，任何一个体，
都有一种这个什么呢？从变革里边产生更高的境界和技法，这是第一。第二，杜甫运用这个诗体，表现了诗所能表现内容的极致。打开比如说诗适合不适合说理呀，最难了。诗子适合什么？最容易、最擅长的是什么呀？写景、抒情，对不对？可是杜甫可以叙事，可以说理，当然写景、写情更不必说，类似这些。所以在杜甫以后，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这个旧诗人，我们拿现在的观点，旧诗人能像杜甫那样的这个各方面的成就集于一身，其他诗人都得其怎么样一语而已，而曲是韵文学里边。通通诗词能表现，他都能表现，而他又更能表现诗词所不能表现的。只是诗词曲发展的结果，就变成了兄弟里边各有面目、各有性情、各有特色，但是曲是根源于他们又开展出来的，所以说是韵文学的极致。这个论述起来很麻烦啊，你们要看找佩勋去找。还有呢，戏曲啊所运用的文学，自中国开始有文学以来，没有哪一种雅文学、高文点册的文学，或者民间及通俗的文学，不能用在戏曲里边的。也就戏曲里边可以呈现出来的中国历朝历代的雅的、俗的，通通可以在戏曲里边呈现出来。你看别的可以吗？没有办法。说唱文学达不到这境界，不要说歌谣小调啊，还有表演艺术，它也是表演艺术的总体呈现。我们的表演艺术可以大别为哪几种啊？唱的、器乐，对不对啊？器乐，然后这个是演奏，是器乐。唱的有初级的歌谣、小调，然后怎么样？然后成套的这个曲牌，或者曲牌，或者是套曲。然后就结合说为说唱，还有说唱文学艺术，然后呈现每个人的身体的、自我的、突出的、我能别人不能的杂耍特技。杂耍特技，像这一些，还有身段动作，最基本、最根本的一种人体肢体的自然韵律的律动，
土风舞之类的，到最高级的怎么样？四肢无体，眉目都要在曲线的运动之中，就肢体的语言。啊，在音乐里边，器乐可以独奏，可以合作，乃至跨界的丝竹更相和，管乐器、弦乐器，当然打击乐是必然的。打击乐一直就是节奏的领导，通通在戏曲也可以呈现。你看，像这样的一种文学艺术的综合体，又能呈现出整个民族的艺术文化的具体表征。你们想一想，世界上哪一种表演艺术有这样的内涵和成就？还有希腊悲剧，老早完蛋了。莎士比亚的呢，只是剧本现在在一再的演出。印度的梵剧也没了。日本的那个最简单的能剧，叫你每看一定睡觉的，那歌舞剧也不过是一个乐队弹三弦，穿着这个男扮女装，一定男扮女装。你们有没有看过坂东玉三郎啊？那我可是和他握过手的哦。他那个比女人还女人，整个身体的白皙啊，他在我们面前唱《游园惊梦》啊，我说：“哎呦，你真了不起哎！”真的，虽然比起我们的昆剧演员，那味道当然不一样，可是他可以。但是他演出的卡布奇，他只说话，只做优雅的动作，哪像我们的戏曲演员，要和歌舞乐于一身，要唱作念打。是功，无法，无法是根据什么来的？做所言身法是哪个法？要这个法，没有理由再写这个法律的法，那写错了啊！因为就身段动作来说，头发的动作在京剧是不是很重要啊？很重要，几十种甩法。你看，四功五法这种艺术修为，就使得中国的戏曲演员是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杂耍特技家。如果像梅兰芳还懂文学，懂戏剧，又是文学家、戏剧家。各位，西方的歌剧演员需要这样以一生修为那么多吗？他只要唱啊，你男高音就唱男高音，女高音唱女高音。还有我们的戏曲演员，四功五法以后，如果扮相不好，像我这样的嘴脸，只能演花脸，我还能去演那个小生，这个张生和这个崔莺莺在那边这个什么谈情说爱吗？可话说回来，《西厢记》啊，为什么在舞台上没有像杜丽娘那样？因为整部《西厢记》里边，让这个什么呢？
让张生和崔莺莺两个同台互动，缠绵悱恻一番的机会有没有啊？简直没有啊！一什么呢？这话就关起房门，又不能演的，不像杜丽娘和他才有梦中啊，有鬼啊，什么都可以互动啊。所以他在舞台里边呢，那个爱情戏啊，就减少了啊。那西方的歌剧演员，主要在他的歌唱艺术。他要不要一边唱，像我们做出那么样繁复的肢体语言呢？不要嘛。还有我们的演员，生旦净末丑，你要跨行兼报太难了。为什么啊？他不同的艺术，每一行当不同的艺术。第二，每一行当的扮相怎么样？各有特色。我刚才说我只能扮这个什么呢？扮这个花脸。你们黄启煌老师就可以扮小生。啊，一个演员真正受到欢迎，艺术高，这是基本的。所以呢，我们的演员呢，要色艺双全呢。这世界上哪有哪一个这个表演艺术是要求到这一点？色艺双全以后，我们的批评家还要形神合一啊。尤其明代的那个谁啊，潘志恒。那像明代潘志恒，他讲究的是形神到形神的境界啊。这种要求也不是东西方的戏剧艺术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我也常说啊，我曾经带领了台湾很普通的这个乡土剧团出国去演出，在波士顿带的不过是园林的新核心歌子戏团，那个老板去世以后，这个就没落了。当年我是把他们抬举得很高了，因为他是明花园之外少数的几个家族剧团，啊，家族剧团。那我带他们去呢，就演出《白蛇传》，啊，因为我一向啊，出去就要宣扬中华文化。白蛇故事是中国所独有的，你看一个蛇精比人更可爱、啊。我小时候、啊、初中的时候，我迷恋白蛇啊，听说有一条白蛇，大人都围在那边看，我因为个子小没办法，就从他们的大腿间钻进去看。我们那一天在那个麻豆那边，果然有一条300多年的白蛇、啊、到端午节的时候会翘尾巴，会翘尾巴，就那么奇妙啊！蛋端午节一摆，蛋不会倒啊，所以你说那条白蛇从台湾的山上抓到了，当然呢不是蟒蛇，所以不是很大，但。专家说300多年、嗯，所以像白蛇那样子，他虽然是个妖精，但是他比人更有人性，还有比把中国这个历代的这个什么归宗少妇也好，归这个大家闺秀也好，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因为他主动去争取爱情，为了维护爱情啊。的那一种这个积极的态度，勇于牺牲什么的，而且尤其那一条青蛇，对不对啊？更可爱，所以后来我就编了一个青白蛇，啊，以青蛇为主角。这个戏演完啊，还有更重要是那个字幕啊，我不惜重金礼聘黄美戏教授做很。
精要的翻译，一句就一个字幕，一句就一个字幕。训练那两个打字幕，你不给你你一定要打得非常准，啊！我亲自监督，就一唱的时候，啪嚓出来，唱了，字幕简单，洋人都看得懂，老太太就开始擦眼睛，感动哭了，还在那边说了几句我听懂的英文，说：“哎呦，这个要中国才有这样可爱的什么什么。”啊，我们这里都没有，啊，怎么为了母亲来如何如何啊？这就是一种异文化，我们有的，你们没有的，他们就吸引他们，就感动他们。你千万不能够把这个交响乐团带到美国去，也不能把那个芭蕾舞团带到俄罗斯去，啊，一样的。这些啊，结果第二天的美国的《环球报》一个艺评家，他就说：“哎呦，这个台湾来的一个乡土剧团，那个女主角啊，什么都会耶，啊，戏剧里边的说白，还要唱，又唱那么多，还一边舞蹈一边唱，还一边作战一边唱。”这种这个什么呢？高难度的艺术修为啊，啊，我们美国的芭芭拉斯翠珊都不能望其项背，那时候就芭芭拉斯翠珊最，啊，写了相当的一个篇，你就可以想见，艺术，你看园林的那样的一个鸽子戏团，做适当的处理，就可以使美国的艺评家。观众倒如此，何况梅兰芳呢？梅兰芳在民国就抗战以前曾经到日本，改变了日本的艺术生态，到美国就被一个什么婆婆什么的大学授予这个荣誉博士，到莫斯科的这个斯坦尼夫拉斯基啊，他的这个投入说和德国在莫斯科避难的布莱希特，他的疏离说，通通由我们梅兰芳那边引发出来的，我们的舞台艺术。我们都讲过了，我们的美学基础在歌舞乐，在剧场的简单形成了写意艺术，我们的写意艺术又呈现这几个基本原理，两大基本原理，一个就是身段动作用肢体语言来呈现的象征的艺术，一种是由造型、这个服装、装扮、使用的道具、啊，伴奏的音乐等等来呈现的象征艺术，所以虚拟象征就变成我们两大这个基本原理。我们又加入了一个规范化的，这个我也说过，就是宋濂之间的格范、科范。就是城市，你看我们这一些使得这个舞台上呢呈现出了时间空间自由的流转，这是西方没有的，因为我们呢常常啊数典忘祖，就是150几年前的鸦片战争失败了，民主自尊心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还积弱，啊，所以呢，只要洋人来的多好。所以呢，连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要怎么样，也要套用西方的理论。你们研究音乐的，个个来自于这个
这个慕尼黑或者是法国巴黎，啊，或者美国的，啊，然后呢，只知道怎么样，啊，洋人的这个技法，啊，说莫扎特有多少曲子清清楚楚，啊，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哪几个音乐家一个也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媚外没有信心。所以相对的也把我们的戏曲打得那么低，这都是可笑的。我努力啊几十年呢，就是在倡导啊，大家不要数典忘祖。好，回头再说到我们的这个艺术家啊，京剧的表演艺术家，他们个个都要具备怎么样四功五法这样的基本修为，而这个基本修为起码都要炉火纯青，在这个基本修为是要炉火纯青才有过格去创这个什么呢，创这个流派艺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啊，你训练这一些，每个行当都有什么样五毒剧目，就是生旦净末丑各有一些最难演、最什么的剧目。你这些剧目要演得到家，你才能体会出你这个行当的艺术特色。这叫五毒剧目，啊，之后你还像杜甫说的“转意多思是无思”啊，你从本思之外还要拜名师，汲取名师的长处，像蜜蜂酿蜜一样，像蜜蜂酿蜜一样。这个来生发你的艺术，来强化你的艺术，所以这可以说第二招了。好，接着呢，你又应该怎么样？要和名角配搭演出，所以有些名角和你配搭演出。大概基于两种现象，一种你也是名家，我们切磋，我们相得益彰，切磋里边可以发出艺术更灿烂的火花。如果这样你还名角演出，你是不是也自我在提升啊？第二就是有些名角为了提醒你，你可以还来演出，但是这一种名角多不多啊？很少。我这个那个梁山伯祝英台的昆剧啊，昆剧演出这个戏的人的各剧团的名角也好几团啊。那么有一次呢，那个女主角在北京，因为呢，如果再请她来演，就必须要有一些比较麻烦的调试。那王安琪和这个玉华，张玉华就是他们团长，说曾老师那怎么办呢？我说啊，你们不要在台湾，应当要尽量鼓励年轻人啊，让他们有机会啊，你们团里边漂漂亮亮女生有好几个，
啊，才四十来岁的都还没有担任过主角，一下子五十，再半年就很难了。嗯，所以我赞成女主角就地取材。王安琪也很高兴，他也是。张玉华也都和观念一样，就是要提升。可是有些名角呢，他觉得我和他们演那不是，降低我的水准或者干什么？啊，这种情形呢，确实很多。后来我要教他们一招，你把这些年轻人要让他去主演。先办团里边哪一个演这出戏的人，你拜他为师师，然后这年轻演出的时候打出字幕来，就说是谁知道的，这样的话，就好了，懂得这一招的妙处吧。因为老师呢，最不会嫉妒的是什么？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学生，啊，所以啊，我两个剧团，反正鸽子戏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提拔年轻人，学术也应当如此。这是京剧演员呐，相当高难度，就和名角怎么样，合演切磋，因为这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可在他们的这个成长的历程，一定要有这个，他名气才会起来。没有名气的人，根本成就不了流派艺术的开山者，那不可能的。所以有了火候了，就要开始怎么样，自己组个剧团、戏班。自己当领班，因为你有领班，你就有怎么样，有你的底下的许多人做你的羽翼了。我们台湾歌仔戏界，如果要吹牛，老师的影响力啊，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当年歌仔戏团都散布在什么庙会里边。啊，有国家剧院，当时有各县里边的文化中心，啊，就进入了现代剧场的时代。那时候，我有一位呢，这个好朋友，他叫刘宗远，就河洛歌仔戏团的负责人。他找我呢，在台大前面那个日本料理，说我可不可以做他们的艺术总监？我说可以，我做你们的挂名艺术总监，啊，我说我不能真正投入，但是理念我可以告诉你们，机会我可以给你们，提升你们的这个。这个戏曲界的地位我可以给你们，因为那个时候我推动台湾的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我又是中华民俗艺术基金的董事长，是正很活跃的时候啊。那时候电视台很少啊，可是呢，你们曾老师一个礼拜可以在电视出现两次，所以也有一点小风头。但是我没有因此去选立委，也没有因此去做什么。因此我和他说，我们合作，理论我来写，实际你们负责，叫精致歌仔戏。所以我在联合报就写了一篇连载三天的文章，叫《从野台到国家剧院》。你从野台要如何到国家剧院？
所以河洛那时候就网罗了台湾鸽子戏界的名角，他旗下的那个石文富做他的导演，啊，那个编剧啊，这个什么什么陈聪明啊，啊，导演啊，还有呢一个很会行销的、啊，叫什么德利啊，啊，陈德利啊。我就告诉他们说，你打出来字幕要闽南语很精准，曲牌唱调都要打出来，所以现在不是都会打出曲牌唱调吗？那是我创，我叫他们要这么做，我就看了哪个句子不是纯粹的闽南语，石文富、陈聪明他们这一方面很在行，所以就会修改。我说这是一种怎么样，重新唤起鸽子戏的记忆和重新教育我们的国民。好，他里边也培养了很多的这个第一流的演员啊，什么黄金英啊，许秀年啊，还有唐美云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雅芬啊，徐雅芬啊，小咪啊，我最欣赏的是小咪啊，他最有义气，最不争，而他是各门兼报，装龙像龙，装凤像凤，永不做第一，谁要他合作他就合作，从他那边出来做组织剧团有多少人、啊、都是从这个河洛刘宗元训练出来。那刘宗元有一次在这个饭局里边，就是他们的尾牙，因为我是他艺术总监，他们很尊重我啊，演戏的时候艺术总监就是挂我第一个名字，啊，可是我把他骂了那一次以后呢，就比较疏离了。我说啊，我当面要说啊，刘先生你啊，应当要体恤这些团员，你不能脾气那么不好，啊，结果是大家都要难以和你相处，啊，结果他又做股票又干什么的，哎呀，就麻烦，就每下一块。很令人伤感，但是他毫无问题，培养了许多的这个野史的鸽子戏，今天有唐美云鸽子戏团，有这个什么呢？徐雅芬鸽子戏团，啊，以前这个王金英、许秀莲也都是独当一面的啊，所以在京剧里边，你看后来。他们都自主剧团，因为自主剧团就开始有自己的堂号，有堂号，堂号底下就会有一批年轻人。说起来很可怜啊，这些年轻人就继承了清末的那个相公的那个味道，啊，给大官贵人又酒就什么，说到相公堂子，啊。听过这个话吧，啊，类似那样子。你因为你做这个剧团的团长呢，你就可以打出知名了，挂头牌演出，挂头牌演出，这就是出类拔萃了。而这时候你的唱腔大概也。已经成熟了，许多人喜欢了。于是后，像梅兰芳的《齐如山》，程砚秋的那个什么墨，什么墨工啊？哎，这些文人啊，反正这个我都写了。陈墨香啊，类似这样的文人就开始为他们编剧了。就为他量身定做
量身定做，创了许多怎么样梅兰芳能演的，程砚秋不能演，尚小云也演不来啊、哦、还有那个什么四大名旦，还有个什么啊，荀慧生也不能演的，他们都各同样的荀慧生的这个编出来也只有他能演、啊、这样就以戏出的专属凸显他这个他的这个艺术的特色能力。好，再进一步什么样角色就有专门的怎么样梳头的师傅啊，啊，给你这个穿戴衣服的啦，还有更重要的两个人物，京剧里边啊，编剧刚才说，京剧里边艺术的灵魂在什么？打鼓佬，还有怎么样？琴师，琴师也都要专属的。因为这样来他才能够真正配搭的，所以有些这个名角女性的话和琴师这个什么呢配搭久了就结婚了、啊、我们台湾都有啊，像我们林世莲是一个目前这个胡琴第一把、啊、就许多变成怎么样，许多的艺术家在服侍什么这个要创流派艺术的这个名角啊，可见京剧的艺术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啊、演员中心、啊、也只有这样的京剧艺术是演员中心才能成就出京剧的流派艺术。现在的这个什么呢，尤其我们大陆以什么为中心呢？道演中心，道演常常是什么呢？不学有术的，他明明是歌舞剧的演员的道演，却要来道什么昆剧啊。哇，上昆有一次道演那个牡丹亭啊，我吓坏了，哪有牡丹亭这样演的，你们知道把那个把歌舞伎的那一套的这个舞台上的那个布景装置就盖一个牡丹亭在上面，亭台楼阁啊，密密麻麻的都是建筑。那个沈玉丽，那一天沈玉丽主演，因为沈玉丽我那也相当熟的，我说沈玉丽像我曾老师，我今天是主演演杜丽娘，好，他在唱，我说沈玉丽的声音嘛，他在哪里呀、啊？找不到哎、欸，因为他从那个里边出来，要过这个宫桥，过这个什么回廊，都在舞台里边。沈玉丽的身段看得到吗？看不到。就这样的一种这个，你看看那一天花的钱多还少啊？都花在哪里啊？舞台的这一些，所谓舞台美术啊。所以大陆有一阵子着火入魔，是舞台美术挂帅，把整个中国戏曲的那个直线几乎要抹杀一大半。大陆经济起飞。每一出戏就几百万人民币、欸、北昆演个《红楼梦》1000多万、欸、而那个像花那么多钱的舞台装置，最后有没有用啊？连堆都不知道堆到哪里去、啊、可是我的戏、啊、到处可以演，因为简单，我主张舞台艺术要简单，而现在的道演的这个核中心的这个观念、啊、当然是西方来的，尤其是1950年代、啊、大陆的戏阁以后、啊、道演的地位变
磨煞了演员的忠心。所以这个时候演员要演的身段动作，演员要唱的这个什么歌曲，有人帮你编好曲的，身段动作也要照导演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请问演员还有没有自我生发自我艺术的空间呢？没有了，他变成一样化葫芦，所以磨灭了流派艺术。这是摧残中国这个戏曲啊，很严重啊。我在两岸常说到这个啊，大陆的学者听了都同意，就是没有人敢跟着我说，因为他跟着我说一定得罪了啊。我把蔡正仁找来就说，老弟啊，因为他小我两个月出生啊，所以他就变，我说老弟啊，你是不是钱很多啊？我们酒堂缺钱喝酒啊，你那个一片桃花翁花那么多钱，那是昆剧吗？你不要以为长长短短的句子就是昆曲啊，那是有腔无调啊。各位知道什么叫有腔无调吗？有昆腔的那个腔型，但是唱出来的曲子从头到尾都一样，可是曲牌不同，韵味会不会一样啊？不会的。悲哀的就悲哀，欢乐就欢乐，抒情的就抒情，悠然就悠然，那是以曲牌为主体，它长长短短这样套进去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套入腔型的，就和歌谣小调一样而已。你们知道歌谣小调吗？歌谣小调是不是在一个腔型里边套入不同的曲子都可以唱？现在的昆曲沦落到这个程度啊，所以现在的导演制度以前的没有了，以前的流派艺术不可能再产生了。那么像在前世节还没有流派艺术，后世节开始慢慢形成，后来啊，四大名旦出来，什么马连良啊，这一些啊，四大须生啊，啊，这些里边都有了，出来以后才产生的。那么产生挂头牌以后，刚才我们说挂头牌，挂头牌自然就会行有许多的粉丝，对不对啊？古今都有粉丝啊。昨天我看这个李胜素和余奎志啊，你看他们出来谢幕的时候，我就前后左右看看，那个粉丝在拍手和那个嘴脸都不一样，和我这个人这种人是完全不一样。我只是在用一种什么观赏的态度，他们是整个向往态度，而流派艺术要像我这种人，还是要像他们那种人，要有一大批这种人呐、啊，就是来拥护他，啊，向他学习，啊，来发挥或者是拥护他艺术的，比如说他的唱腔就被许多人流传歌唱。他自己又要怎么样？要教导弟子，要传人。所以最后真正艺术的形成，是你的唱腔已经完成独特了艺术了，又有弟子帮你传了。我们不是说过汤显祖能不能算流派啊？没有啊，他只有一个人，怎么派啊？啊，所以流派必须要有传人。流派要不要有一些粉丝做羽翼敲锣打鼓啊？啊，如果到达这样境界，流派艺术才真正完成。
以上我们一口气讲完，各位看看我们发的讲义的目录是不是大意这样。我题目是论说经济流派艺术之建构，绪论戏曲之雅俗推移，以经济成立发展之概况。因为是经济，所以这个就是针对怎么样经济来说的流派与经济艺术的成长，就带入了流派艺术作为序论。然后呢，再论述是流派之名义与过程之条件。各位，这个就是要给它定位了。我不常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有先给流派定位的话，你就杂乱无章了。它的名义还有过程的条件，分三者，朱家对流派名义过程要件的看法，可见这一些是不是一说分言呢？就因为一说分言，所以我才要来论呢。中国经济史对流派名义过程条件的看法，这个是我们论文里边的主体，可以说他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中国经济史啊，是当今中国戏剧，这个经济研究的一个学者的群体写的，所以啊，这个书是写得很好的，各位可以呢来看，可以说是目前的有关经济经济发展史的经典之作，看书要知道哪些可以看，不可以看了，你中毒以后啊，再洗胃洗肠啊，就很麻烦，真的中毒了。说各位，像这个中国经济史，就是你们可以读的书，上中下三册。可是我对他的这个什么呢，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以他为主体，所以笔者对流派名义与过程条件的看法，那也就是说我底下论述的是根据谁的啊？以中国经济史为基础来修补，来加入我自己的观念的，这个就是要论述的这个基础建立了。第二章呢，是经济流派艺术建构共同背景因素。共同背景因素就是以下这三个，刚才我们说了，戏曲写意程式性和演员角色化的表演方式。我们是写意的，是程式的，每个演员他们演什么角色，生旦净末丑各有不同的这个艺术修为的，这是大家都一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实战戏板腔体的艺术特质，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和刚才都说了，因为它可以发挥的空间特别大，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学者没留意到的，没留意到这个前提条件。而流派艺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它呢？前三节京剧刚刚成为皮黄戏的时候，这个皮黄戏会不会发展到这个相当的高度和极致啊？不会。流派艺术一定是到名角辈出，
经济艺术怎么样？已经很成熟的时候，所以经济进入成熟鼎盛期，才是流派建立和完成的时机。啊，第三，经济流派艺术建构之基础，这个是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啊，没有人提到这一点。我们特别强调经济流派艺术的基础、基准、基础，就是在演员个人的唱腔艺术的特色。所以我们就必须，第一，腔调的要义，腔调之流波之变，以歌者唱腔之提升腔调，也就是腔调是共性的。像西皮二黄，任何一个演员都在唱西皮二黄，但程派、梅派、荀派、上派，他们各有各自己唱腔特色，这才是他们呢成立的基础。第三，西皮二黄腔艺术的提升。那经过唱腔，就把这个腔调本身提升了。所以一个地方的腔调可以呢提升它的艺术水准，是由演员的唱腔。最明显的昆山腔是被谁提升的？魏良辅。魏良辅用什么提升啊？用他的唱腔。啊，他的唱腔提升以后，就改称为什么呀？水磨调。啊，道理是这样子。第四，京剧流派艺术完成独特风格与群体风格的历程。独特风格就是这个创派艺术的这个宗师，他个人的唱腔的特性。他演出的这个什么呢？表演艺术的风格，还有他演出的剧目等等，啊，都会构成他的独特风格。那么群体风格，因为有许多学生，啊，像那一天在这个。世新大学，学术会议，那我的学生讲出来的，就是曾门那一套，对不对啊？他有共性，那是很自然的，啊。那这样有共性的，就是群体风格，因为粉丝啊、弟子们啊，啊，都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好，第一就经名师指点，转译多师，成就所长。而在这之前，我们说，在这个经济艺术的基本修为，唱作练达怎么样？这个所言身法步。的艺术修为也都要很高。班次中挂头牌，名角配搭同演，组织创作剧团，开创专属剧目。刚才不都说了吗？啊，像贵妃醉醉酒，谁敢？梅兰芳演了以后，谁敢再演贵妃醉酒啊？啊，梅妃，陈砚秋演完以后，谁该再敢演呢？那么，这个荀冠良、荀慧生演也没有人敢演，啊，类似这样子呢，这个专属的剧目，啊，天女散花也是谁啊？梅兰芳啊，别人不敢。演员透过角色创造
独特鲜明之剧中人物，这个刚才说的流派艺术，由独特风格到群体风格。群体风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样，徒子徒孙嘛，啊，还有粉丝嘛，就构成。所以听了我这么说，各位可以从这个纲里边怎么样呈现出来。现在啊，有一些这个学者啊，写文章不标举纲目。我常说啊，这种论文呢是不适宜的，因为它给读者啊没有一个明确的道理，都是一段或者一二，或者甚至一段一段空格就到最后，连结论都没有。所以读了他的论文，读了半天不知所云。这种论文就自己呢没有一个中心清楚的建构的系统和理论。各位千万自己建纲，你学学我这样清清楚楚，让人家看了目录就知道你内容谈的是哪一些了。你写出来就要让人家很清楚的抓住你的要义，看你的论述。你怎么故作扑朔迷离呢？啊，所以像这个不要写，写我的，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用序论和结论、结语，是不在章节里边的，啊。现在呢，都把它用在章节里边，这也不对的，因为一个引子。它的分量和里边的正文每一部分的章节会不会均等啊？不会的，结语已经到后边的总数，像豹的尾巴会和豹的身体一样大吗？啊，凤头会和整只凤的这个身，这个张开的翅膀那么大吗？它这个导引就是导引的。力量集中，让你呢，哎呦，你这个论述是会引人入胜的。结语的说，把里边的要义再警策的提醒你的读者。哇，他这篇呢，这些啊见解，果然，这都是要耀眼不凡的。怎么能像在章节里边开展论述的分量一样呢？你在书架上面，在你的书桌里边摆了书，如果一本书就一章的话，你不过用两个铁皮怎么样把它架住而已，啊，这两个铁皮要很坚实，是铁的啊，不是书啊，但是它站的看起来很小，但它力道足，啊，要懂得这一些。